本视频由乒乓网提供。观众朋友，上集我们主要学习直板横板的正手快带弧圈球，直板反手反面快带弧圈球，横板反手快带弧圈球和正手发斜线分球。分球的特点是球速快，落点长，冲力大，在比赛中大多用于偷袭对手的空当。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分球，欢迎继续收看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正手直线击长球，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。直板正手直线分球的动作要领与正手斜线分球的动作要领基本相同，所不同的是身体的侧向位置要比发斜线时大，手臂的用力方向是由身体的右后下方向前上方用力。发击长球时要注意两点，第一是抛球不宜太高，只要抛至16厘米以上即可，同时要注意抛球时手掌伸平。第二是球的第一落点是在本方的近端线处，这样才能发出极长球，第二落点是在对方的近端线处。好，现在同学们做一下练习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停。直线分球的特点是球速快，落点长，冲力大，这是直板优秀运动员正手发直线分球的实战应用。下面示范正手直线击长球。横板正手直线分球的动作要领与直板正手直线分球相同，
当球下降至网高时击球，球的第一落点在本方近端线处。好，同学们试一下。好，换一个同学。击球点稍低一点。好球。换一个同学。分球大多在发球时用于偷袭对手空当，这是横板优秀运动员正手直线分球的实战应用。现在我们学习反手罚及上旋球，下面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。先做发斜线球示范。直板反手斜线分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右脚稍前，左脚稍后，身体向左侧偏斜，向身体的左后引拍，拍面保持适当前倾。当球回落至网高时，向右前上方挥动，击球中上部，同时重心由左脚移至右脚。好，同学们练习一下。稍停一下。这个球搁第一落点完，然后蹦起来以后，它出界主要就是摩擦还稍微少一点，再给一些摩擦，这样的话弧线能平一些。试一试。好的，多摩擦一点。好，下一个。稍停一下，发这个球的时候，这个拇指啊稍微压一点球拍，然后稍微这个放松一点。如果是这个你这个食指如果太紧的情况，就容易发出这种侧旋球。拇指稍微压一点，板面往前，然后往前上方挥的时候，就能够产生这种上旋击球。好一点，不错。抛球手稍伸平一点，很好，下一个。稍停一下，发这个球的时候，球拍稍微前倾一点，然后产生摩擦的效果，不要在这儿就蹬这么出去了，稍微前倾一点，稍摩擦一点，这样就是急上去才能发上旋球了。
在这儿，往这儿，啊，不要这样的，往这儿。好的，试一个。好，下边再多体会体会，这个发球主要要体现出它的急上旋。下面示范反手斜线急长球。横板反手斜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：右脚稍前，身体向左偏斜，以前臂发力为主，球的第一落点在本方近端线处。好，同学们试一下。好，换一个同学。好，停一下，同学们，康丽同学这个球发得比较好，他在引拍的时候，拍面是后仰的，在触球的瞬间，他将板面调整了过来，这样可以迷惑对手，取得比较好的效果。康丽同学再发一些，换一个同学。这是横板运动员反手斜线奔球的实战应用。现在我们再学习一下反手直线发急长球。下面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。直板反手直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：身体向左侧偏斜更大，手臂由左侧后方向前上方用力击球。好，同学们练习一下。给一点摩擦，往前的摩擦。好，下一个同学。好，稍停一下，发这个球时手腕稍微固定一下。不要上来就给它弹出去，把这个球稍微固定一下，然后
给球一定的摩擦，往前上方发力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在接触球的那一瞬间，手腕可能稍有一个摆动，但是整体上来讲应该相对固定一点，显得就会紧凑的动作。好了，试一下。手放平一点。好的，下一个。好，稍停一下。还是一样，手臂向前上方用力，不要直接往侧发力，这样的话就是又是一个侧旋球。那么站位呢，给它稍微侧向一点，然后摩擦球。往前上方摩擦，往前上方摩擦。好的，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反手直线及长球。横板反手直线分球的动作要领与直板基本相似，右脚稍前，以肘部为轴，由左侧后方向前上方用力挥拍，发力击球。好，换同学上来。发反手直线球的时候，右腿稍微再前一点，身体侧一些。好，换回去上来。好，换一个同学。身体稍微侧一点，利用转腰加速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本集我们主要学习了分球。在比赛中，分球大多用于偷袭对手的空当，这项技术掌握得好，往往能够直接得分或为进攻创造机会。下集我们将学习弧圈球技术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。课后练习一。
直挡正手直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二，横挡正手直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三，直板防守斜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四，横板防守斜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五，直板防守直线奔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六，横板反手直线奔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球。七，课后学习心得总结，请在视频教学专区本集视频贴中跟帖回复，奖励大量乒乓币，乒乓币可用来免费兑换各种乒乓器材。